2年半以前，我已经在期待这一天了，而这一刻，我已经成功地站在了这里。我今天要发布的就是这样一款能够改变世界、改变在座所有人生活的爆款产品——小明一号智能芯片。所有的现代化电器和办公设备，只要我们嵌入了小明一号，那么就等于给他们赋予了生命。 不管是汽车，还是空调、电视机，还是电冰箱、手表，还是手机，甚至于是一台饮水机，只要我们用语音给予它指令，它自己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我们这款产品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，只要一问世，我们将会成为世界百强唯一的供货商。我们将带着中国芯片技术。 你好，李总，我是天使投资的徐总监。啊，你好，徐总监。是这样啊，李总，虽然我们之前签署了一份意向投资合同，但我很抱歉地通知您，经董事会慎重决定，我们不投资您这个项目了。哎，1000多万的合同怎么能说解除就解除呢？这都是经过我们双方严密的调研和分析过的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金，你们现在只需要把你们的1000万拿出来做市场开发就可以了。 而且亏款周期我们已经严密的计算过，仅仅需要1年。如果你们现在撤资的话，就是在害我啊！我怎么向别的股东交代呢？喂，喂。喂，李总，我是小刘啊。我们公司呢，250万的研发费，您就付了100万的首期款，还剩150万，今天能打吗？小刘，跟你们老板商量一下，宽容我几天。 这也是没想到，关键的时候撤资了。哎呀，我真是遇到困难了。你这，你看你这好人做到底，给帮个忙呗。哎，你闪开影子！别走！哎哎哎哎，伤够了，伤够了，赶紧拉上来，于总。
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一直很欣赏你啊，心知肚明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泳池里面养鱼吗？你鱼种这么高深，我哪能知道呢？别说卖不动啊，今天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酒店的生意一塌糊涂。你知道我到现在为止赔了多少钱吗？你知道吗？赔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我到2亿，到了，到2亿了，到了。就算到2亿，这一点钱对你于总来说，那就是九牛一毛啊！我现在就需要一点点小钱，500万，有这些钱，我这事儿就干成了。不，我就不明白，大头都跟你急了，这么点小钱怎么就等不及了呢？我的钱真的花光了，我现在上马的这个项目，只要出来，那就是能改变世界的。500强就进去了，到那时候全是赚的钱。小明，来，就是，哎呀，你别动了，给我，哎，你别动了，我来，哎，哎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别跟我来这套，就你想的就忘恩负义了。 工程款我都给你结90%了，还怎么样啊？一般工程款结90%就算结清了，每个人都给我要90%，我还干不干了？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，你不懂规矩不是生意。于总，哎，于总，500万不要了，借点儿，于总。 车班路没定，马上就到啊！哎，来，干！咱俩可是从小长大的朋友，你创业酒吧的时候，那我是全力支持啊。兄弟现在遇到点困难，等会儿说，李总，你看你不常来啊。 来，你先起开。你来了，我怎么地也得拿瓶我好酒招待你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尝尝这个。听说你开了十几个酒吧，每个月的流水就几千万，我是关键时刻，我需要的一点这么多。哎，李总，你需要多少？50万。 500不是问题，来，先喝了。他上头，马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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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算了一下。 咱俩首付也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去之前那楼盘把首付给交了。好啊，现在燕郊的房价都涨疯了。
再不入手，我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是啊，你说，咱省吃俭用了好几年了，好不容易能在北京边上买套房。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等咱房子一下来了，你妈那边也没啥大意见了，咱就结婚。我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去。就算我妈答应，我可没考虑好。不，你啥意思啊？瞧把你给吓的，逗你呢。<笑> 顺，你别怨恨我妈，我妈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好。我咋能怨恨你妈呢？你说我堂堂一大男孩，总不能让你跟着我租房住吧？娟儿，等咱有了自己的窝啊，我要把妈接过来，让她过来好好住几天，享享清福，你说行吧？行，都听你的。 抬头看看远方天空，回忆瞬间就把涛汹涌，肩上的梦越来越重，抹去当初我天真的笑容。我不怕苦，我不会哭，我不会放弃我选的路，逆风奔跑，风雨无阻，就是我生命的态度。 大哥，您给的太多了。没有梦想是廉价的。谢谢，努力。谢谢。 打几条发泄一下就得了，你别扔杆儿啊！这杆挺贵的，20000一根。喂，老周，我给你打这么多电话，你才回啊？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，我必须马上见到你。你现在在哪？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 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300万，你能不能先还给我？我知道，你那1000万的口子，300万，管个屁用！你先还了我300万。 我就不剩700万的口子了，我破产了，公司正在清算，你的钱是借款，不在清算的范围内。你的公司不是马上要上新三板了吗？资金链断了，多大的坑啊！ 1、2，你能帮我填上吗？<音乐>
谢阿林哥精彩演出啊，然后也感谢我的鹏哥又一次来捧场，我们大家给鹏哥一点掌声。下面由我们的青年歌手闫楠带来一首他的原创，精彩表演啊。一个老爷们出来卖唱丢人。大家好，我叫闫楠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我的一首原创歌曲《逆风》。我闭了眼睛哭着笑，一路走来总都是逆风，那个天真幼稚的孩童早已历经心事重重。太难听了，这逆风就别唱了。这样啊，你给我唱我的老父亲，不用全唱，最高潮那两句啊，我就爱听那两句。哎，不让你白唱，唱一遍一张，唱十遍这一打都是你的。哎，赶紧唱啊，唱啊，别跟钱过不去，赶紧唱啊。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你想听找别人吧，我不唱了。我今天还就想听你唱，你为了什么呀？钱？你跟我装什么？唱，唱，唱。远方吹来的清风，行走云中，一片湛蓝的天空充满光明，没有胆怯的旅程，我追风独行，看前方万里长城，再见北京。妈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北京追寻我的音乐梦。啊，儿子，听妈妈的话，咱不去北京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坐下吃饭，吃饭。妈，我不吃了，我一个钟头后的火车，我先走了，加油。我的梦向阳而生，我不怕穿越。罢了你了，我就要去北京唱我的歌。今天你要离开这个家门，以后别再给我回来。那我就不回来了，滚！别拦着他，滚！我的梦向阳而生，我不惧那些嘲讽，勇敢地冲破重重陷阱，惧泪教训。天哪，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我没喝多少。没喝多少，
满身的酒味儿。你揣这么多现金在身上干嘛？出事怎么办？罗州的全身家当都给我了，朝阳门卖了，国贸四居卖了，怎么样？我不瞒你说，现在我媳妇儿和我儿子在如家快捷等着我呢。明天一大早，我就带着他们挥师南下，我吃我老丈人去。我还可以告诉你个秘密，我还剩了两万，两万。老周的金融梦破碎了，就像啤酒里的泡沫，一无所有。你看看你，满嘴说的都是胡话。我去给你倒杯茶，醒醒酒啊。这一天喝这么多酒干嘛呀？真是。嘟嘟啊，今天有一颗乳牙松动了，哎，他都吓哭了。孩子真的是长大了。后来我给他讲了个牙仙的故事，啊，总算把哄好了。来，把衣服脱了。钥匙的，你是不是在里面抽烟啊？如果你要是真的这么着急要房租，明天早上我可以先搬走。哎呀，我也不是这意思，那我妈催得比较紧嘛。那今天你得把房租给我了吧？可是我真没那么多。嗯？都给你了。啊，就这么一点啊？算了吧，你自己留着吧，等你什么时候有了再给我。你脸怎么了？你是跟谁打架了吗？谁弄的呀？我去给你擦一下，找东西。你想要干什么呀？小翠，我真的很感谢你在房租这个事儿上瞒着你妈帮着我，这钱我一定会付上，但我今天心情很差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你可别因为我来找你生气啊，那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那我妈最近催的就是比较紧。嗯？喂，妈。哎，哎呀，儿子啊，你在北京过得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妈。挺好的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？在一家很大的酒吧唱歌。老板很喜欢我，观众也都夸我唱得不错。哎妈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个大哥，他特别喜欢我唱的歌，他给了我好多钱，让我多唱几遍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就放心了。哎。你住的怎么样啊？住的也挺好的，宽敞，干净，还通风。那房租一定不便宜吧？便宜，没外人说的那么邪乎。而且房东人也不错。你一个人在外面呀，要注意安全，按时吃饭。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就回来，我和你爸都等着你啊。那个妈，那个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
可以嘛，没看出来你还挺能骗的嘛。嗯，看在你把我的房子说到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免你一个月房租。我说啊，你可别在厕所里抽烟啊。哎，现在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，不光美术班要交费了，其他兴趣班也要交费了。我寻思着，不行给咱家多多换一家好一点的幼儿园。哎，据说咱们楼下开了一家新的幼儿园，采用了外国先进的蒙台梭利的教育方式，贵是贵了点，可是周围邻居都说不错呢。上回呀，你答应爸妈说这个月底咱们全家去一趟西双版纳，这事儿你可别忘了啊。我寻思着，不行咱就直飞吧，这个价格啊是贵了一点，但是我想省时间，而且省得老人家折腾比较好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见我在说话？我跟你说说咱们嘟嘟兴趣班的事儿啊，不光美术班要交费了，其他兴趣班也要交费了。喂，什么？王老师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把最大的那个包间给我留下。废什么话呀，我这么多同学。对啊，对，最大那个白酒肯定得上，白酒当然是茅，肯定是茅台呀，这还用我说吗？还有洋酒都给我摆上，最好的 XO皇家礼包都摆上啊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真是世事无常啊。哎，想起上大学那会儿，汪老师还算是咱俩的月老，对咱俩最好。明奇，能找着酒楼吗？要么我在前面带着你走吧。小宁，看着点你们家明奇啊，别跟不上了。走吧。小孟现在混得不错啊，你看连大 G 都开上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妈她不让我跟你说，怕给你添麻烦呢。
哎呀，妈，躺好躺好躺。哎呀，你咋回来了？妈，得病了咋不跟我说呢？小病，就头疼脑热的，是不是你大舅跟你说的？别听他瞎说，妈没事儿。不是，我正好休假，顺便回来。哎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妈，我们刚涨了工资，比之前能多挣1000多块钱呢。咋挣那么多呀？这还算挣的少呢。儿子又出息了。妈，我想带你去北京玩2天，咋样？去北京一趟，那得花多少钱呀？妈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和娟儿在北京边上买了套房，想带你过去住2天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妈。我昨天才付完首付啊，本来说等你过去了再告诉你，给你个惊喜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儿子，第一杯大家都干了啊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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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老孟这儿漂亮啊。是啊，以后啊咱们没事儿就得多聚聚啊，这同学之间的感情啊那是越聚越长久，对吧？以后要聚就到我这儿。好，别的我不敢说，好酒好菜肯定管够。哎呀，好，来。哎呀，这以前王老师在的时候啊，咱们老是聚不齐啊，不是今天你忙这个就是明天你忙那个啊。这王老师去世了，咱们反而聚在一块儿了啊。你们说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感谢王老师？我提议敬王老师一杯，来，我先干为敬，好吧？大家随意啊，随意。好好好好。哎，好好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热情的。哎，那个各位同学，请起立一下，啊，我呢想表达第二层意思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第二杯酒啊，班长。您啥意思啊？您起，您起。是不是我刚才什么话说的不对，惹班长不高兴了？你说你说的这个话，哎，怎么能因为王老师去世我们才能聚到一块儿呢？人家今天刚刚下葬，你说这话合适吗？嗨，我的大班长，你还真是误会我了。王老师离世，我也很难受。只不过呢，大伙儿聚在一起，我这一激动吧，我就……我知道，王老师去世你是最难受的。王老师当年对你可真是太好了，就连你跟小宁的婚姻大事，那也是王老师一手操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当年都在私底下议论，都以为你毕业之后会留校。你说你当年要是留校了，现在肯定也混成一个副校长、校长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啊！你说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话又合适吗？明启，啊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！不是，我敬你一杯，下去赔罪。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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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李总不给面儿，那就敬李总的夫人小宁，敬，先干为敬。哎，明启，明启，班长，班长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孟。我们家嘟嘟啊还在那个邻居家放着呢，我去接一下。小宁啊，转告你们家明启，他太认真就输了。明启，明启。我把嘟嘟哄睡了。说实话，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一定骂他一狗血喷头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。你怎么还没过这茬呢？他上大学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跟他较什么劲呢？
谁和他较劲？一个靠爹的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他现在是有钱了，说话自然就壮了。现在咱们也顺应潮流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我说你少说两句。你看你今天当着所有的同学们来了这么一出，弄得多尴尬呀！以后咱们跟同学怎么见面？你觉得我给你丢人了？我说你跟孟凡坤较劲，你干嘛把气往我身上撒呀？你的立场就不对，你现在站在他的角度在说我。你现在是越来越固执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了。嘟嘟，爸妈不是吵架啊，声音大了点。妈妈给你讲故事啊，睡觉。你讲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啊。这是干啥？妈，新房还没有装修好呢，娟儿还在上班，咱先上去。我仿佛看到一个音乐巨星正在冉冉升起。你好，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，我姓李。你这首歌你发过单曲吗？没有，我刚来北京没多久。那你有签约唱片公司吗？小伙子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叫逆风，是我的原创。It's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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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。我想为你出单曲发专辑怎么样？我唐突了，因为是我太兴奋了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想邀请你去我的音乐公司喝杯咖啡，好好聊聊。请吧。两杯咖啡。这里是公司的接待区域。看到没有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我们公司捧出来的当红歌星。这边1880年的大提琴见过没有？世界最顶级的124位调音台。我们拥有最专业的编曲团队。大家哎，来了！哎，帅哥好了，还就差一个了啊！哎，辛苦啊！不辛苦啊！哎，找什么？手机没带，我去车里取一下啊。什么手机啊？今天我请客。你请客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李总啊，我到北京头一天开这个摊子的时候，你就照顾我的生意，我有数，有数的。
都是从外地到北京的，帮个忙也应该的吧？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我说对不对？哎，我到北京两年，你天天买我的蛋饼，你吃不腻，你的员工早吃腻了。我有数，你真心帮我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啊，必须我请客，钱还是要给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才一来我就觉得你有心思，有什么心思啊？吃饱了，什么心思都没有了，吃饱吃不好没有烦恼，对不对？好，没烦恼，来啊。您的咖啡。谢谢。以后呢，你可以叫我汤姆，怎么样？这回相信我了吧？汤姆哥，我就从来都没怀疑过您，可我听人说这出歌得不少钱的吧？的确是需要不少钱，但是我们公司最看重的是有才华的新人，我们宁可自己杀价。就像你这种新人，十几万就够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都说最少30万起步吧。你知道吗？就你这种逆风，至少能值上百万。No， 用钱来衡量太 low 了。我觉得它是无价的。OK， 我们来算一算，发单曲最低价格应该在10万左右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歌手与公司4/6分，你就出4万，我出6万。如果不够的话，都由我来出。单曲发完赚了钱，我们还是按照比例分成。怎么样？可我真没钱。兄弟，有的时候为了梦想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。如果这个机会你错过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次。你可以找朋友借点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小伙子，我就喜欢你这个音乐怪才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请你来公司聊那么多话。我想你也看到了我们公司的实力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通过自己的音乐让全天下人都能听到，粉丝无数，飞黄腾达？想啊。你想不想站在音乐最高的舞台上，有机会可以拿格莱美？想啊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呢？这一切的一切都从发歌开始吧。好啊，给你飞。喂，胖子，你手头有没有钱？四万，有多少先给我转过来。你别管，你现在赶快给我转过来。好。OK， 收到了。Very good， 小伙子，好样的！这就是你我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来，签合同吧。联络方式我已经写好了，你是2分。谢谢哥。等着吧，再过几天我就带你去录 demo。好的，汤姆哥。妈，妈，没事吧？来，喝点水去。老毛病了。
好点了吗？妈，等过两天啊，就带你去看新房子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，那你这句话可比那药管用。妈一点都不疼了。妈，咱趁着不疼，咱睡觉。有肿瘤科的号吗？有，专家号。行，帮我挂一个。麻烦您后面排下队。哎，好。李总，你这么早来了？哟，阿姨，您这是睡上了？啊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实在是住不成了，我就在办公室住了一晚上。不过您放心，李总，等我家里能住了，我马上回去，就几个晚上，行不行？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既然要住在这儿，你一楼不能住，凉啊！你住我办公室，暖和。不，这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，我不添麻烦了。要住就住在办公室啊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早餐没吃吧？我不吃，我来一个，这本来就是给大家买的啊，吃着，走了。不是娟儿，你听我说，我今儿有事儿，可能过不去了。今天交首付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来不了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娟儿，你先别生气，咱房子的事儿能不能往后推一推？什么？推一推？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不是，娟儿。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，回头我当面给你解释。娟儿，我先挂了。喂，刘顺。喂。刘顺，你个混蛋！不对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说，刘顺会不会背着我干坏事儿啊？这就对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吧。刘顺长那个样子，多少女人想跟他干坏事儿啊！你忘记我教你的方法了吗？什么方法？手机给男朋友定位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快点快点！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挺逍遥呀，你以为你跑到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？你是什么话呀？给我起开！
娟儿，你干嘛呢？这是我妈，那怎么录像呢？哦，是娟儿啊。哦哦，妈，你们这不是第一次见吗？娟儿是想记录下来。啊啊。哟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你肚子没事吧？哎哎哎，妈，肚子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你快去给倒杯水。好，我去。啊，闺女，来这边坐，说说话。嗯。王娟，干什么去了呀？我陪客户看房去了呀。到哪儿看房去了呀？我们的样板间啊。哦，我们的样板间啊。嗯。编，你接着编。我从早到晚就一直在样板间转来转去，我咋就没看见你呢？啊？哎呀，老大。别动我。老大，我刚刚去洗手间了。你要是不放心啊，那我以后去洗手间都跟您打报告。您啊，就在厕所门口等着我出来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妈呀！温柔大对你可真好。哎，咋样了？抓着没有？哎，你别提了，那都是误会。是他妈妈来了。这就对了，我就说嘛，刘顺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小丽，咱们公司底下是不是新出了十来个新房样板间啊？对啊。咋啦？150万，2年半。嗯。兄弟现在有困难，还给我。哎呀，他喝多了，这你歌唱了吧，酒喝了吧，啊，你今天高兴了吧？你如果再跟我提钱的事，当着我所有的同事的面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做人有问题啊？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做人最起码缺失了厚道，明白吗？李总今天没喝好酒，让李姐喝好。哎，如果喝不好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奖金走了。哎，让李总把酒喝好，放音乐。今天我去你公司了，听小薇说，最近公司情况不是很好。别听小薇瞎说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嘴硬，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也不跟我说。家里卡上还有点钱。不行，你拿去应急啊！我不要，家里用钱地方多。听说孟凡坤最近在做投资，不行，你问他借借啊！你别跟我提他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跟他有任何交往。你要是实在抹不开面子，那我去。你敢？你就全当是为了救公司嘛。我这辈子就是穷死饿死，也不会求这种人。不借。看把你给吓的，你怎么老是那么认真呢？啊，50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
10天内到账。我必须要控股，我80%，你持有公司管理权20%。80%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收了500万，怎么能有80%？你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能收购你，给你钱，就算是给足了你老同学的面子。还有，你的人必须得离开，我要安排我的员工进入。但是没有员工这件事情就不成立，怎么做呢？你得明白，现在是你来求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这是故意在羞辱我。我羞辱你？我有病啊！我为什么要羞辱你？咱们俩又没仇，但是我得告诉你，你得面对现实，知道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太衰了，简直就是个 loser。阿姨，快请进，来，阿姨，快进来看看。阿姨，你看这儿，好吧？阿姨，怎么样，漂亮吗？漂亮，哎呀，太漂亮了。阿姨，您看这沙发都是新买的。阿姨，您看这电视大不大？真大哟，这大白天的怎么还开着灯啊？啊，这不是专门为您开的吗？希望您看得更清楚一些。那还是关了吧，省点电。好嘞。阿姨，要不我带您去卧室看看。好。妈，来里边请。你看这大理石的地板，大理石的墙面，两梯两户大平层。来里边请。阿姨，这是厨房，然后我还买了菜呢，怎么样，漂亮吗？哎呦，真好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好好，这户型可以。你准备好了吧？当然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，是吧？来来来，里边请。来来来来，啊，你们是顺子的朋友吧？啊，阿姨，这是我大领导李总。哎呀，大领导，领导，我家顺子和娟儿在北京这么多年，多亏你们照顾啊，才能在这里安个家。我这当妈的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这么着，你们今天都留下来，我给你们做一桌家乡菜。别站着了，快请进来坐。娟儿，招呼你们领导啊。嗯，李总。错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您就是阿姨吧？哎呦，阿姨可把您给盼来了。哎，那个娟儿，对，还有那个啊，顺子，啊顺子，天天的念叨您呀，说是要在北京努力挣钱，要买一个大房子，把您老人家接过来，好好的住一段时间，享受享受。饭我就不吃了。哎，别呀，领导，吃完了再走。不能吃，不能吃。我约了一个大客户，我要去谈笔生意。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的团聚团聚。啊，领导，不送了，不送了。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阿姨，再见，再见。吃完了再走。再见，阿姨。我去，我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这套房子啊，它不是最好的，还有一套房子，我带你去看。哎，那套房子呢，是我给一个大客户留下的。我觉得那套房子你一看，你一定是永生难忘。那个我，好，
行，你们俩，你们俩，好好好，哎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好。李总，对不起啊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不知道。那我告诉你，当年我来北京的时候，我也干过这种事，不过比你干的更漂亮。能不能以后不要在背后叫我温柔道理？托尼利。嗯。这儿没有叫汤姆的人，可前几天他就在这儿接待过我，和我聊出唱片的事儿，还请我喝了咖啡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我就在这里和他签了合同，给他交了钱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公司的啊？怎么说呢？我们这儿的咖啡厅跟录音棚都是对外开放的，收费就能来。不过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如果涉及到钱的话。我建议您报警吧。哦，报警。停！找啥呀？快将不就得了？哎，杨老师，你儿子在外面，你就不担心？我担心什么呀？儿大不由爹，混不下去也好，欠一屁股债也好，和我没关系。这回他真在外面欠债了，前两天跟我儿子一下拿4万块钱。哎，杨老师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是怕孩子在外面一人受制，或者是有点别的什么，万一要是……不玩了，让你家小子把兔崽的地址发给我。你还认识我吗？你从这儿下来的，应该是大老板吧？累不累？挣得怎么样？还行，肯定没你挣得多。其实都差不多。来一杯。谢谢。努力啊！买房卖房，您找我，我叫朵朵，价格绝对划算。上面有个电话，那我给您放这了啊。谢谢谢谢。
充满光明，没有胆怯的旅程，我追风独行，看前方万里长城，再见北京。城市喧嚣的夜晚，炫目静音，在霓虹下舞出一道风景。我挥手告别那不堪的曾经，开启人生路上未知的旅行。我的梦向阳而生，我不怕穿越迷津，月光和黎明已经苏醒，听着侧耳的风声。我的梦向阳而生，我不惧那些嘲讽。回来了，嘟嘟呢？我刚给他洗完澡，吹好头发，现在睡着了。今天孟凡坤怎么说啊？没同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把房子卖了。你说什么？把咱们的房子卖了。我们一起创业，一起拼搏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怎么折腾，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。我怀孕生了嘟嘟，你让我在家照顾这个家庭，我也支持你。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困难，经历所有的风风雨雨，都一起面对。我生了嘟嘟以后，咱俩发过誓，出现任何的事情，咱们的房子不能动，这是给嘟嘟挡风遮雨的安身之所。你是不是答应？房子卖了，公司就有救了，我们可以再租一个房子。项目成了，我会赚大钱，给你们买大房子、大别墅。那能一样吗？我们费了多大的劲，拼了多大的命，才在北京安了家。你不知道。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应该理解我。理解你，你有没有理解过我？我每天一个人带着嘟嘟在家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？我每天围着锅碗瓢盆精打细算的过日子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是，你只知道去完成你的创业梦想，征服世界，一展宏图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是什么感受？不止你有梦想，我曾经也有梦想，可是我为了你，
为了都督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我放弃了这些。你现在说，你现在说要卖掉我们的房子，李明熙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嘟嘟，你怎么还不睡觉、啊？爸爸，你看我的小帐篷漂亮吗？漂亮。这些小星星都是我挂上去的。嘟嘟，爸爸要跟你说件事情。嗯。如果给你换一间新的房子，你会喜欢吗？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要嘟嘟了？没有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都看见你和妈妈吵架了。你和妈妈要离婚了，我有53岁的小孩子了，我都5岁了，这些我全都知道。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这样的。哦，不是这样的，爸爸和妈妈就是找一间更漂亮的房子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可以带上我的小帐篷吗？可以啊。只要你和妈妈陪着我，我住哪里都可以。爸爸向你保证，永远不会离开你和妈妈。这个给你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臭小子，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哎，你别这么敲！
敲门，门都让你敲坏了，你找谁呀？对不起啊，我找一下严楠。严楠，他欠你钱啊？我是他爸。我叫小翠，我是他房东。这是你们家房子啊？是啊，是我家的房子，我家还有三套往外租呢。严楠他欠你房租啊？房租嘛，确实是欠了那么几个月的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还给我的。只不过是遇到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困难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各位兄弟姐妹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，公司的资金问题已经彻底的解决了。各位，创建这家公司，完成我们智能芯片的项目，一直是我的追求和梦想。可是就在刚才，我突然觉得，也许我的这个梦应该醒了。我本来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，来解决公司的资金问题。但是如果我卖掉了房子，我的老婆和孩子应该怎么办呢？打拼了十几年，能在北京给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房子了。如果因此而伤害到了我的家人，即便我创业成功了，但在内心中，我永远是一个失败者。我承认我没带好公司，因为每一个人的遣散费已经准备好了，只多不少。这个公司所有的法律问题都由我一个人承担，我也会尽心尽力的要回欠我们公司的款项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将会重开公司。到时候我希望还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风雨同舟。咱们公司一直资金不到位，已经挺不住了。老板，你等一下。解散是真的，我一点玩笑都没有开。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。不是老板，我们公司有救了，有人出资了。谁还钱了？不是还钱，是有人出资。谁出资？我。
非常感谢大家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不开玩笑了。谢谢。哎，李总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住在咱们公司吗？那是因为我们家拆迁呐。我在二环里头有个小院子，人家拆迁办的想来想去，给我补了一套房子，还给了我一笔钱呢。李总，你不是缺1000万吗？阿姨最相信你了，阿姨愿意给你出了1000万。李总，阿姨不缺吃穿，阿姨就想找个地方干点活，找个人多的地方，有人情味儿的地方待一待。咱们公司氛围最好了，像个家。哎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咱们每一个员工都是咱这个家的一员，那我也是啊。阿姨还指着把这个钱投给你，阿姨跟着你一块儿创业呢。阿姨，你还信任我吗？你觉得我还能成功吗？阿姨看好你，阿姨更相信你。我们相信您。对，老板，我们都相信你。相信你，相信你。哎哎，咱们公司有一句口号怎么说来着？风雨同舟，一往无前。风雨同舟，一往无前。风雨同舟。非常荣幸地宣布，大家现在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。我现在要回家，我要把这个最好的消息带给佳宁。谢谢大家。这就是你追求的音乐梦。家里正儿八经的工作你不去做，跑到北京来要饭，老严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家去。我不回去。现在就跟我回去！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不回去。我喜欢音乐，我喜欢北京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你能不能尊重我一次？我最后说一次，收拾东西。跟我回家。请你不要妨碍我的工作。我不怕苦，我不会哭，我不会放弃我选的路。我让你谈。你放
为什么砸我吉他？顺子，妈走了。这折子里是你这些年在北京寄回老家的所有钱，妈都替你存着呢，一分没花。新房子很漂亮，妈很喜欢，也要感谢那位领导，让咱们娘俩白住一晚上。赶紧把这房子买下来，让人家安心，也让妈放心。娟儿真是个好姑娘，妈很喜欢她。你一定要好好待人家，可别委屈了那么好的闺女。关于妈的病，妈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你就别管这琴怎么能弄成这样呢？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琴啊和人是一样的，它有生命。这个琴摔成这样，死透了，没救了。
还能修吗？啊？我想把它修好。是你弄的，不是我问你呢？这琴弄成这样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能把琴摔成这样呢？问你呢，琴是不是你弄的？谁摔成这样的？我爸。我其实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不应该带你爸去看你唱歌的。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我知道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但你应该理解一下你父亲。那谁家的父母能看着孩子遭罪啊？如果你的话说完了，就回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OK， 我都听你的。严南，你要记得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这是我的第一把琴。我背着这把琴来的北京，送给你。
生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怎么了？能不能借一下你们麦克风用一下？我想唱一首歌。行啊，你唱呗。嗯，谢谢。行行行，没事。喂，大家好，我叫严楠。我一直相信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音乐，音乐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。而我真的很爱音乐。今天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了，也许也是我最后一次唱歌了。虽然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但我希望我的歌能够永远留在这里。一首我的原创歌曲《逆风》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够不怕困难，逆风飞翔。来了，我眯了眼睛哭不出声，一路走来总都是逆风，那个天真幼稚的孩童，遭遇历尽心事重重，抬头看看远方天空，回忆瞬间就波涛汹涌，肩上的梦越来越重，抹去当初我天真的笑容。我不怕苦。妈，我们刚涨了工资，比之前能多挣1000多块钱呢。儿有出息了，够了，够领个结婚证了。逆风飞扬，你也是公司里的一员吧？公司里每一个职员的生日，我都不会忘记。抬头看看远方天空。回忆瞬间就波涛汹涌，一辈子窝在小县城里，你待得住我待不住，我就要去北京唱我的歌。今天你要离开这个家门，以后别再跟我回来。唱一遍一张，唱十遍这一打都是你的。唱就是我生命的态度，我不怕苦，我不会哭。这里还有这里都是公司捧出来的当红歌星，你想不想站在音乐最高的舞台上，有机会可以拿格莱美。义无反顾，我不怕苦，我不会哭，我不会放弃我选的路。逆风奔跑，风雨无阻，这是我的第一把琴，我背着这把琴来的北京，送给你。严楠，你要记得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勇猛追逐，迈开我勇敢的脚步，义无反顾。
就送到这儿吧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过得再苦再难，也要讲诚信。把欠外面的债都还上，不忙的时候都给你妈打打电话，别让她太担心了。干你该干的事儿去吧。爸，臭小子，吹来的清风行走云中，一片湛蓝的天空充满光明，唯有胆怯的旅程我追风独行，看前方万里长城，再见北京。是喧嚣的夜晚，炫目静音，在霓虹下舞出一道风景。我挥手告别那不堪的曾经，开启人生路上未知的旅行。我的梦向阳而生，我不怕穿越迷津，月光和黎明已经苏醒。侧耳的风声，我的梦向阳而生，我不惧那些嘲讽，永远的冲破重重陷阱，只为找寻光明。
我不惧那些强风，勇敢地冲破重重险境，只为找寻